傻瓜、饭桶，真的要跟这种人一起生活吗？现在市场里面的人都以为她是我女儿。把我们安菲还给我，大嫂，拜托你！你先请求我老公的原谅，老天爷总有一天会要你付出代价的。怎么这么狠？你就不能体谅她的心情吗？老公，没有你，要我怎么活下去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翻转吧宝莉，连播2小时，东森戏剧台。